冷淡点啊。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办案。遇到一个小伙子。喵呀，睡吧睡吧。首先我们一有人瞎了，走。你看看，我操！
啊？吐出来！真帅啊，兄弟！这是什么啊？嗯？瞅我家猫啊！它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？再往来拉。再拉一点，你拉，我不敢拉，你拉呀，把它弄醒，看它会不会缩进去。娟娟，简娟，你舌头吐这么长干什么？收下，舌头。你有病啊你！你走，看，这有一个，选哪个？嗯 ？What?小心，不可以只用眼睛看，还要摸摸看哦，听到没？听不听到？
喂，你别掉我侄子，我的侄，我的侄。老师在我前前面，你干干嘛？你干干嘛？你凶人啊？你比老子还凶？你能敢自己去找吃？是密码谁妈妈讲，我的戏不是故意的，是密码妈妈讲，手下留情吧。哈基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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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那美鲁多。